每个夜晚都在回想过去和现在哪里不一样，看未来没找到方向，而现在却感觉迷茫，看着别人如此风光，就感觉自己不像个人样。习惯晚上爱想想，白天起来还是那样。名人们总会说做自己爱做的事，成功的人总会说做好眼前的事，那么我们到底哪里有问题？总不能等到老天来眷顾你。可是说来说去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现在哪里不一样，看未来没找到方向，而现在却感觉迷茫，看着别人如此风光，就感觉自己不像个人样。习惯晚上爱想想，白天起来还是那样。女人们总自己爱做的事，成功的人总会说做好眼前的事，那么我们到底哪里有问题？总不能等到老天来眷顾你。可是说来说去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迷人们总会说做自己爱做的事，成功的人总会说做好眼前的事，那么我们